我现在就是打潜行，背包这里啊，看这个位置吧。哦哦哦。那个是技能等级，你运气不错。外面打起来了是吧？对，皮子合成是只有 EFP 有，对对对，你这么一说，是的。我们去把苏丹先他妈搞死！啊，苏丹在干嘛？好，苏丹看到我了。再见吧。什么东西没有呢？瓦利瓦利沃什么意思啊？发现有人了吗？我他妈什么枪法？没有脚不是吧？妈的！埋个地雷先。好像没人，换弹。拆东西，弹匣带走，静悄悄。这个地方可以去楼顶，我们直接上面去卡位置。谁在对着工体打？
耶？哦，这么亮。Подорвали, пацаны! Первого тёпленького! Сейчас мы их... Ну, подорвали, пацаны!来来来，继续找。哎呀，让他过去了。打了补丁的，毒气，对对，毒气，我这个面罩不大行。刚才有朋友说这个灯能打掉吗？我从来没打过灯，那么上来了吗？啊，不不不，下面。我感觉需要带点手雷炸一下。哎呦，这一枪没打。我觉得我在上面可以存个档，超过一半。我操！你们知道那什么吗？妈的！外骨骼！妈，吃美雷吧！RPG。哦，手雷炸死！吓死我了！妈，我看到他，我肯定死了呀！他们怎么爬上来的？我操！哎，这样没换了。妈，搞得我有点紧张，又来人了，堵这条路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存个档。妈，楼梯上来的，我要装个逼！
有脚步声，对吧？野猪肉很好，带走。有人来。你说就热，八三。妈堵楼梯效果极佳，我操！扯个蛋去！看看弹药，一半，应该是没有上来，完蛋完蛋！两边转一下，这个是强盗营地，还有好多，就这样，慢慢来。我看到有人过来了，这边楼应该是没人了，我感觉要有的话，声音不对，为什么我还在流血？这也不是那么靠北吧？吃饭也不懂，把那火边烤一会儿。有人来了，我听到了。嘿嘿，五楼梯吗？你那里还好用一点了。哦，好，好了，发烧不对劲，太冷了，得速战速决啊！他们在干嘛？僵尸来了！我操，吸血鬼！妈在下面散步呢！不关我们的事，睡觉去，我操，睡觉去，睡觉去，睡觉去。妈，我这边已经状态不太对劲了，喝点酒，睡觉去。你们看我这个寒冷的属性，我发烧了，我的耐力已经不正常了，我靠，赶紧睡觉了。